嗯，请帮我转一下人工卡嘞。你好，机长，您已接入人工座席，我是1688号客服代表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？我吧新买了一台电脑，想问怎么才能打开地盘呢？请先打开我的电脑。小姐，你没事吧？你的电脑我怎么能打开呢？请您打开您的电脑。我的电脑本来就开着的呀。机长，您在桌面上能看到些什么？哎，我桌面能看到挺多的呀。那您告诉我一下。有一部手机，一个水杯，半桶方便面，还放着很多书。机长，我问的是您的电脑桌面上有什么东西？我说的就是我的电脑桌上面啊，这个电脑桌是我今儿新买的。先生，请问您在电脑的显示屏上可以看到什么？有我的文档、网上领取、回收站、我的电脑。对对对，就是那个我的电脑，请您打开它。哎呀妈呀，终于找到地盘了，谢谢你啊，小姐啊，再见。我新买的电脑硬件有严重的缺陷呀。请您的机器是什么型号的？长方形的呀。请问您的机器哪里有缺陷呢？我的电脑上吧，按键少一个。你好，先生，我们的产品的开封合格率为100%，从未出现过此类现象。那请问您的电脑具体缺少的是哪个键呢？我刚刚吧安装了一个软件，然后系统提示我按任意键退出。我找了半天，发现你们的电脑上根本就没有任意键呢。先生，您随便按哪个键都行。小姐，你怎么这么不负责任呢？随便按，如果按坏了怎么办呢？我这可是新买的电脑。那先生，请您按下空格键。哪个是空格键啊？键盘上最长的那个键。啊，可以了，你是实习生吧？业务这么不熟悉，你早点告诉我按空格键是任意键不就行了吗？1688号客服代表为您服务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？我的电脑开不了机了。请问是怎么引起的呢？不知道啊，我昨天看到键盘太脏了，拿去洗了洗就不能开机了。啊，您是怎么洗的？我放在水盆里洗的，只放了一丁点的洗洁精了。先生，电脑怎么能用水洗呢？我本来想干洗的，但你们说明书也没写不能水洗啊。